网络，或者是讲你要化解纷争的一挂方法，迄叫理论啦。理论通常理论甲实际无啥相共，实际上就是经验的累积。其实要化解纷争，我毋是专家，我的专长是要安怎抗议。各位，抗议是内行的啦，啊，无咱来讲抗议，看要来抗议，看你要听无？我是为台湾头靠台湾尾吼，无一张抗议要搞，所以伫国民党的警政单位、警察局、调查局甲早的国警备总部，我的资料差不多是我人才管啦，资料啦，这个抗议，你那是用我要讲的抗议方式，你该逆向思考，你该反向操作，就是你要化解方式，安尼敢对？我即马要抗议的组织，你该反向思考，就是化解方式，安尼听清楚无？我基于环保的抗议，我大家清楚。宜兰陈定南，伊伫反六轻，因是卫星，甲王永庆伫电视辩论对无？咱有捌拢捌知无？啊，辩论了后，伊惊财团用钱去伫因宜兰县33乡镇去买收着利益者，所以陈定南招阮。甲教授组成三团的人，落33乡镇去演讲，一乡镇演讲两场，安尼靠甲宜兰的乡亲讲，讲石化业所带来的危机，石化业所带来的空气污染，石化业所带来的对财产的损失的程度。照着我甲学者的研究，迄个宜兰33乡镇解说，我迄三日三日，我负责十乡镇，用这个方式先来阻挡企业家、财团、甲政府要去设一个厂，要去做一个政策的方式，这个是化解。这个是化解，啊，那是已经有啊，你要给他抗议，要想好走，就是两个典型的所在，一位是高雄炼油厂，在南麻溪左营迄个，一位是林鸿炼油厂，佮即马来一个大拿波厂，大拿波最近要起一间工厂。中油公司投资49%，台向英企的台向投资47%，富邦集团投资安尼多几趴？4%，多100%，都无一个超过50%啦。伊用这个方式，中油公司是国家的，伊袂使投资超过50%。50%都要受审计部的控制，所以49%伊会使。即摆迄间公司叫做台药，全台湾第一间做高价位分子的物件，黏的物件，迄拢爱日本进口。啊，即摆即间公司伫大南部要来设厂，资本要100亿，头一期款。即摆遐人要抗议，都要设厂，你要做环境影响评估嘛？环境影响评估，环境影响评估，爱来做说明，伫当地的居民爱来给说明，说明我起这个工厂，伊所带来的水、空气，会产生着什么变化？啊，佫有一个叫做上歹做的，迄拢袂过啦，叫做流行病学。研究报告，
流行病学研究报告，就是讲我这个产业所产生出来挥发性的物件，空气内面有悬微浮力，有毒性的，对皮肤、对身体，伊有啥物损害？这个歹做，这个大概伫咱高雄医学院有一个葛应钦教授，伫二十几年前，我就捌甲伊合作。这个也无一个标准啦，无一个标准。但是环境影响评估把流行病学列入一个考项之一啦，足歹过啦。但是疾病当局若要让你过，你就过。那无你过，你就袂过，因为你这座工厂还袂设落，你的生产量到什么勘站是纸上作业。你若按照同样一个性质的石化产业，你也只能推敲。前中兴大学有一个教授伫仁武大厦伫麦寮待些，伊有做过流行病学调查，伊讲，迄个的人所产生的癌的致癌率啊，赢过临阵，就是讲隔壁庄社赢过三倍、六倍甚至十倍。这个是用医学性的抽样调查，其实上石化业对人体第一个接触的会致癌的物件是啥？是叫做皮肤癌。那肝癌嘛，还阁无100%肯定。石化业产生的气体硫磺也好，也是啊悬微浮力，你输入也好，直接透过日头照射了后，对你上厉害的是皮肤癌。这个是全世界医学上已经有肯定注记的一个产生的病变，其他还阁无证据。石化业啦，吼，伫石化业来讲，叫皮肤癌。若是你要对一个已经产生着污染，或者是产生着危害咱的生命安全，你要来抗拒。团结就是力量，你一定爱和人讲，你这个团队内面无分派系，你敢听有意思？地方拢是有议员、有里长、有代表。你若有议员、有里长、有代表，你若是一届当时竞争去选的人，遐个人若要站出来。你就会被贴标签，你用大标签讲你是政治的目标，安尼无够代表性。你若是要带一团的人去抗议，你一定想办法把伊纳入你这个反对抗议的运动内面的成员。安尼敢听？这嘛是你要化解另外一个逆向思考的方法，譬如讲。某甲他是议员，但是某乙跟他同样竞选而产生对立，伊拿甲踹，乙都袂踹，过去拢安尼对不对？国民党就是安尼分化咱台湾的团结嘛。你若是要加入一个团结的团体，你若是一个领导者，你应该把因拢纳入。但是纳入你要有技巧，你爱举手表决，你爱赢伊。无伊会甲你背锅，我记后日迄个抗议迄个过程，互你听。后日迄个自救会有21个委员，因内面国民党个两个议员、五个里长拢国民党个，就七个啊嘛。啊，后手非国民党个、非中右派21个内面，你占11个。11个大于10个啊，敢是？咱要开会，要举手，要表决，要执行，
要用钱，咱永远举手都赢。安尼干条，你用这个方式，那我这个逆向思考，你要化解着抗争，你稳然用这个方式来化解。你讲这个团体，伊的人员较侪，伊的决策者较侪，伊掌握着这个抗议团体大部分的民意，你就是爱为遐化解。伊有十一个，你想办法化解两个。迄个所谓的鹰派甲鸽派，听有意思无？鹰派啊，鹰派就是作派的迄啦，无妥协的啦，像老鹰安尼啦，会毒人的。啊，鸽派就是 peace 嘛，鸽派就是会当妥协的啦，有条件接受的啦，准备要摕钱的啦，准备要接受安抚的啦，安尼敢听？国民党拢安尼分啦，唔是咱在分哦，媒体会甲你分。新闻记者会甲你分，分讲这个是鹰派，迄、那个是鸽派。啊，你若是集政啊，咱集政啊，你要啊化解抗议的部队、抗议的团体，你就是一些人去安抚鹰派、安抚鸽派，然后把鹰派化解少部分的人，鹰派不可能拢给你化解掉了，伊可能死袂脱，伊可能。不妥协，不谈判，这个时人性的弱点，总是有人会为着家庭，会为着伊的将来，伊会妥协。无遐大家遐硬啦，大家无迄落唔惊官啦，吼。所以你若是徛伫要化解民众的纷争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思维，就是爱安尼，安尼切入去，安尼敢听？有哦，无介困难听啦吼。啊，咱再搁讲转来，你若是要抗议的对象，你一定要把鹰派这边掌握住整个团队的发言权以及动员的能力。你说出来代表，不是代表鹰派尔，代表整体这个主教委员会抗议的团队整个全部的民意，因为。这边国民党的妥协派，他也是这个抗议团体的自救会的成员，他已经背书了，已经背书啊。开会伊会来呗？哎，举手伊绝对举手哩。你只要甲做成决议，你就甲付诸行动。安尼对新闻媒体、对社会各界，就是一个团体的团体行动。人咧讲就是讲，哎。你这个地方非常团结，不分党派，团结一致，安尼你这个抗议，你这个集行的行动，你就会产生力量，产生假性的团结。人外界看着讲，哎，人规个地方拢总出来啊，哦，这个是一个方式，这个也非常成功。你这个集体领导的团体，真歹让人瓦解，但是嘛是会啦。就是讲，你一个运动，等等三年久，两年久，你会弹性疲乏。就像那参照咱这个台民政府，有人讲，啊，我补三年啊，到暂时还袂看，有啊。啊，我一礼拜来开一遍会，像咱坐伫后边咱的郭会长，郭会长伊逐礼拜嘛来，你要沉得住气，一个对象。一个抗议的团体，你必须要凝聚心力，而且要心里喊话。咱以咱台湾民政府做实呢，有人在讲，啊，着初级班、高级班上了啊，即摆到咧之前点招，啊，着讲欠啊偌几个啊，即摆到去欠几个。我甲你讲，咱这个团体哦，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抗议的团体。要成功，困难度加几十倍、几百倍。安怎讲？外口台湾人69年来，予国民党丑化的历史、偏颇的历史，个个拢头壳歹啊！咱知影，咱是当下随转念，不管你是啥物目的来。
但是你已经站出来要来支持民政府啊！不管你是人家咧招的，是你要做官，或者是为了台湾未来要拍拼，拢总不要紧。你主要走入来，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先行者。你主要站出来啊，你就是历史留名，历史的地位已经有啊。但是经过伫遮转去，你的建议是谁？可能伫网络看到。你有可能要共宣说法律，有可能予人甲你拍枪，有好人甲你注射，有好人甲你讲，迄个有可能，大家拢捌听过，大家人拢捌拄着，有无？我嘛捌予人讲我痟诶，我即正常啊，伊若要讲我痟，迄人是先知先觉，真诶，哪有可能？国民党要造假，中国要帮你刷假，有无？这两句上紧听到，敢是？啊，民进党嘞，哦，刷来去拖一个民进党去要斗，有无？啊，咱就爱用法律甲管嘛，对吧？你爱会记的。我讲一个吼，卖讲福利啦，好无？我讲一个，世界一切的变化叫做无常。这句话你敢听哦？无常，什么叫无常？无法掌握，不可抗逆，你无法度支配，变化无穷，那叫做无常。迄只飞机载落，骗我诶，哇！飞机载落，你敢会知影？你若知影，你袂坐嘛？你不能知道嘛？而且坐伫飞机上，你不能掌握嘛？你当时要死，你嘛唔知，对吧？遐要爆炸半暝，敢知？唔知。除了你，你的内心世界以外一切的变化，叫做外境，叫做外在的环境，拢总是变化无穷，不可抗逆。咱即马在拼台湾民政府，有人在甲伊讲变化无常，有无？无可能，有无？是毋是叫做无可能？你要相信一个你。我要甲注意面的，较来拍来，咱来三个研究就是讲，你要相信法律，这个法律是真实的，这个法律是万国公法，这个法律是包括美国总统拢爱执行的，这个就是真实的，这个就是袂变化的。国民党会走未？国民党会走未？100%会走。万国公法就要叫伊走，旧金山和平条就要叫伊走，只不过是执行的程度而已。安尼够清楚？那有迄个政权未走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看伊逐工穿短裤咧走路呢？啊？伊前在做总统就咧训练走路呢？我跟你讲真的呢。穿短裤，这穿好看啊！伊脚也比人较水啊，对吧？啊，走未行，还搁咧食循例人的啦。国民党蒋介石团来靠去东京，变化嘛想未出來。最近国民党内面的斗争，你唔知有注意无？但拄仔伫遐甲必须要讨论讲，啊，到底连胜文会对个袂，还是柯P会对个？那以我的估计啦，吼，国民党有可能甲连胜文放杀掉个，因为监察院个代志你有看无？国民党夜宵马英九个势力已经集结啊，连战、王金平、宋盘个亲民党个势力。一个本土派的势力，吴碧雄的势力，有无？吴碧雄因囝伊嘛岌岌可危啊！朱立伦，伊讲要特工2016年，金小刀都背出来，安尼乖乖选新北市，到底有啥物证据落掉的？绝对有啦，敢是安尼？
国民党哦、喔，国民党的经理单位哈、喔，除了像咱这点有做记号啦，袂去甲你分位去坐啦，啊，你著甲你甲你的经理单位甲我贴到南北关。我讲一句较粗鲁的吼、喔，咱都袂惊啦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你若要甲伊讨位的，要伫国民党下面选去的，你若有资料，伊要掀起来，你就要乖乖的接受他的安排。伊你就是伊的旨意。我嘛在怀疑杨秋兴呢，有无？啊，无杨秋兴都较早有那拼民进党的，那会拼到变安尼去？我有那甲伊讲几下遍呢？较早唔知影讲选举，讲叫伊卖难卖乱啦。我甲伊电话通个，啊，到到这样子，甲知影讲啊，选举选咧拢头壳歹，有无？所以朱立伦的事件，你家己认真倒来看，国民党。伊内部马英九用伊核心啊，甲非核心的人，即摆咧反扑，你得即局有通啊看，但是我是希望莫看到啦。咱民进党赶紧入来，赶甲赶赶出去。金小刀撤退总指挥啊，啊马英九说是区长啊，平潭区的区长。我金小刀撤退总指挥，咱元旦就讲啊。咱连长就讲，伊要当个接国安会秘书长啊，恁敢无听到？有嘛？啊，这拢熟悉啦。美国甲恁讲，伊要当个做撤退总指挥啊。即摆要比伊较紧走，也是甲我走尔嘛。啊，这是咱的力量嘛。国民党哪有可能袂走？老一辈安尼讲啦，迄老人吼，国民党管到头壳拢歹起啊，哪有可能？我们拭目以待嘛，对不对？那记者我也不相信了，记者说你的法律都对了，但是国民党没那么简单了，忘掉了、法律都健康了、啊、他不相信说我们官也走了。我说、你有去谈到那个、蔡玉珍小姐啊，他跟我说他有去找一个嫌疑人、啊、这个嫌疑人谈到是 FB 给我看，讲有看到，讲飞机要载落卜一个卦，佮兼伫七月二九到八月七日会发生天灾地变，犹如地狱啦。有厉害无？这個、人够厉害，卜卦。伊讲你，你迄、那个长隆，诶，要鼓励的国书啦，诶，迄个当属地位输赢的，诶，迄个国顾问啦，伊讲要找我去啦。我讲啊，你有问你的代志，看有准无？伊讲有啦，问伊讲未结婚，爱要结婚爱足久啦。我话讲，啊，你有问国家大事无？安尼啦吼。伊讲有，要听无？伊讲国家大事吼。伊讲一男一女吼。伊讲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吼，拜中国啦，拜这个中华民国，安尼也唔知送。讲迄个卦说清楚，今年啊，啊，我伫遐想这是啥？一男一女啊，拜这个国民党啦，啊，唔知什么人啊，哈，蔡英文啊，这我看我规日连讲咧，甲问到较紧，问了甲来甲恁答，伊讲啊真模糊嘛，对不？真模糊嘛，但是咱会再看出来吼，无人参像做总统吼。民选的总统吼、喔，无重视民意，重视到这个坎站啦。你讲五十万的太阳花学生团体，伊赤子之心、赤子之心，伊站出来为着反服贸，为着要顾台湾的中小企业，为着要顾台湾的百姓，要甲你做诉求，你唔插伊？啊，迄什么款的情景？我甲你讲，我想三遍三去想到，想到吼、喔，安尼血压升悬，安尼佫想无？我真正想无呢，尾下才知，问咱秘书长，伊讲唔爱 X 化签落了后，叫做独立关贸协定，伊随时间迄边嘛拢讲好啊，伊靠着等下甲你报备，满面的法律追溯啊，后迄个服贸先签，啊货贸甲是后壁的，啊这是要准啥？政治的因素伫底，真清楚。马英九第一任就任的时，伊讲。
伊讲我经济问题解决了后，佮来佮中国讲政治的问题。有条，你有注意一句迄个新闻无？伊第一任上任了后，无外久就讲一句话啊。伊派陆委会的黄义琦先去做先遣部队，其实就是安排佮习近平伫 APEC 内面要对话，有无？会成袂成唔知？国际变化无常啦，国际间的变化无常。但是，台民政府说五条的预计的，咱逐项都照咱的计划在进行。奥巴马要日本，奥巴马要重返亚太地区，安倍晋三要修宪，集体自卫权要通过。敢毋是咱拢清清楚楚？这就是美国在铺路，美国要重返亚洲地区、亚太地区，要来牵制中国的中台，要来扶持咱台民政府，要来巩固日本作为亚太地区一个领导的国家，唔免美国的武器带来到这受风。你敢安尼？你想安尼对唔对？拢总实行。有人讲，中共介入日本的选举，你敢要相信？我要相信。日本的选举啊，伊若是要恢复做大日本帝国，咱台湾偏好随便因的领土对无？咱有读过法律嘛？吼、哦，所以中国大陆运用因的经济公势啊。去影响到日本左派社会主义的，佮倾向中国思想的人，袂收。啊，安尼集体自卫权奈过？你有发觉无？集体自卫权七月初通过啊，美国施压力，美国嘛甲中国警告。集体自卫权一定要过，所以美国不中国啊，这个时伊的手唔敢去伸入，话美国伸手入，所以集体自卫权通过，集体自卫权差不多是啊，日本、美国迄、那个安保条约延伸到为属于亚太地区保护网，咁是安尼，集体自卫权是咧讲啥，差不多是。不是在说日本的事情，如果要认真说是这样，是在说日本以外第三个国家给中国人的一个国家要欺负进前，日本就能出手打，尤其是对台湾，台湾如果中国有呛声，也是在打着假飞弹时，日本就能出手，这个是集体自卫权，美国要求日本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，上第一重要的指标，咱在真清楚。所以，你为规个局势甲看，国民党、甲中共、中国，因虽然是合作伙，但是因嘛是会惊日本甲美国联合。伊绝对踢的，唔敢讲话。安尼，国民党有啥物袂走？安尼，中国大陆伊有啥物理由讲台湾伊要来做伊的啊？过去精干的土地，咱上课拢知嘛，已经无安尼讲啊嘛，敢毋是？伊是讲伊的核心利益尔嘛。其实最近你甲看中南海。迄、那个中南海的石油钻探，我唔知影咱上课分到一本叫做《中共国情报告》，一个上校迄个有无？迄、那个是伫两当前，伊建议两当外前，伊建议中共，伊讲南海的石油1000多口，我们中国没有半口，有无？迄本册你看吼，伊去建议中国去伫南海钻探，一当外久的代志。伊迄个南海钻探一当偌久呢？结果最近撤退，
伊撤退，伊发一个假声明，伊嘛澄清啊，联合国，伊讲台湾是伊美国军事占领侵略台湾，伊他要抗议有无？啊，伊用这個。黑熊部队注意哦，这边啊，如果要考郡守考试的人员，哦，要需要换装的，现在就可以先下去，然后到第三考试市场，在第三考试市场就有参加郡守考试人员，现在就可以起立开始动作。有吗？有要考郡守的，好，带着你的西装，我要去换装，然后到后面的第三市场考试。中国，中国南海，第。中国较越南迄个所在，其实南海迄个南沙是咱的。美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伊把所有的列岛搁置，互中国变作无人岛，互伊宣布伊的主权。尾啊，咱秘书长伫咱原告的下面甲伊讲，按照引经据典，你若看过战争史的人。该宣告南沙群岛啊，这个所在，伊就一旦跟你讲，这是拢咱台湾的啊，收管就对了。啊，当然台湾属于日本天皇的嘛，哈。那么中国这个上校，伊安尼建立共产主义，因为习近平因为主席的时阵，有宣布，伊迄里啊钻探石油，啊钻探石油，越南。伊是足介绍中国个啊，中国个是财大气粗啊。越南、柬埔寨拢总足介绍，足讨厌中国人。尤其柬埔寨，迄、那个韩森将军，伊伫拍时阵，中国有甲伊用钱支援，但是吼，敢若秘书都有话细汉个。韩森将军有够讨厌中国人，啊，伊足爱台湾人。伊做在台湾台商去投资，伊伫迄个遐一个在甚物湾吼，竹升啊，大只船会当客化迄个足水的所在，划50,000公顷，要咱台商去遐做啊啊，特定区啦吼。咱即摆讲越南，越南排华了后再抗议，伊个政府半英准伊个百姓。去打中国投资的工厂，台塑一个炼钢厂去受灾殃。啊，伊安尼断了后，中国嘛有要施压、施压啦，硬要去挖了石油来。尾啊，美国出面，你有发觉伊即摆迄个中国跟越南迄个南海钻探的事，美国讲话了，伊都要撤退。撤退了后，嘛要讲八句话。你有发觉无？报纸上你有发觉伊有讲话有呛声无？美国话讲，按照国际法令来行，有无？撤退，唔敢撑一下。美国，我相信唔但是国务卿出面嘛，一定是传总统奥巴马的指令嘛。伊讲你若唔退，我们不惜战争，你连你习近平你这个主席位你都免坐，安尼也退未？一日嘛退。中国的大官钱白白，予第二代起伫美国藏啊！你来敢甲美国介绍，对无？伊来甲你公布，你即摆咧扫黑，美诶，中国咧扫黑。啊，你来都奉献出来，哇！你扫黑的人煞比人较乌，安尼你袂落台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有影啊！你要掠人，啊，换人甲你献底牌，你有法度掠人？你免落台，伊甲讲个，伊要做官，伊嘛要撤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这属实咯，我甲你讲这属实咯。虽然无录音啦，这个你讲，我来讲这個意思是啥？是你讲国民党未撤退吗？你讲中国敢呛声吗？我甲你讲，绝对唔敢。美国、日本是全世界上强的武力甲经济国家。第一点，人的民族精神，你看得出来未？咱的祖国呢？哎，咱的祖国迄种精神，有无？迄要研究物件，一个负责任的态度，
有迄个日本人诶，34年已经生了日本人。迄细汉时，你看人日本人咧研究迄个物件。即卖咱的高雄亚头迄条路，中山路遐长无？日本时代做诶呢？日本时代做诶物件，靠即卖要有应接啦。国民党做诶，即卖着七八乱七八糟啊啦。哎，要哪比？有无？八田女一伫嘉南平原做迄个水库灌溉嘉南平原，互咱有即个啊做啊啊凤梨蜜通食。伫台北城总督府建立了后，地下水污水的接管率哦，几年啊？百外当前啊，伊伫东京所做的地下污水的接管率，佮输台北城。人是用心伫遮要建设，咱的日本的祖国，国民党唔是啊，国民党是走路来，啊，罔欠黄金有无？迄、那个1949年6月15日，花钱1元换4万有无？换无够，佮迄个花钱黄金债券，连恁厝的黄金拢煞收一道，啊，收的安怎？啊，唔知起一堆，佮甲美国骗。美国人讲，蒋家都是劫啊，拢惨啦。其实唔是惨尔啦，土匪啦，对不对？迄贼是用偷的呢，啊，伊是用抢的呢。啊，抢的当然较济，偷的你厝若无偷无，伊是拢规个拢扫啊呢，酒加班啊，你看安尼，有可能无？死死的将士也无法度落土为安。啊，这叫做因果，敢不是？所以台湾民政府未来要执政吼，但拄啊，遐个环境吼，咱袂使去学这個。咱就是因为国民党腐败、贪污，伊歹甲讲真相，所以咱今仔靠台湾民政府的存在。台湾民政府好个在是伫林志升副署秘书长。我讲伟大的发现，有法度去发觉到日本明治宪法实施正做内陆的延伸，不可分割的国土。用这点，咱伫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，无人敢讲台湾这个土地是属于谁的。你敢会当回想赖清德去伫中国？伊讲，台湾2300万的人，大部分倾向台湾独立，有注意一句话无？中国人啊讲安那？中国人啊讲，台湾的地位是阮中国人在决定的，差不多是安尼意思啦。咱的马英九，因的马英九啦，我来讲，咱我会红变形啦。马英九讲2300万人在决定啦，这三种话你听起来意思是安怎？你敢了解？这三句话的意思啊，就是代表台湾不是属于国民党的，代表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，代表台湾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对不对？敢是安尼？想一下，今仔日若是中华民国的，伊才来讲2300万人决定。若属于你的，才阁2300万人决定。啊！你早就宣布就好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！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咱的所有观众阁毋是因的，对不对？很矛盾，对不对？也一点也不矛盾啦。是代表台湾的法律地位，即摆全世界194国，咱拢甲伊告知啊。按照万国公法，按照战争法，按照占领法，台湾。这个地位属于美国军事占领中，是日本天皇所拥有，安尼对不对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后来，刷来，咱要做的是啥？安尼了。所以，你唔要烦恼国民党，中国国民党伊未走，你也唔要烦恼中共，中国伊还佫虎视眈眈，拢免烦恼啊。你若清楚美国。的态度，你若清楚日本对咱的友善，你这里安然甲大咧，你这里安安稳稳，
你有一天在今年的实行，或者是明年初的兑现，咱台湾民政府在美国这个判决的下面，美国总统绝对执行，将政权交予咱台湾民政府。国民党一定要离开，这个离开从自从2010年埃克法签约了后就加速了。判决在2009年8月7日，伊放弃抗辩权了后，还阁无积极。咱是伫待审中，咱是伫准备中。但是埃克法签约，隔天美国的军舰随即要到遮阳海港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对吧？这是伊所在嘛？因为你国民党、中华民国，这个是地理当局、流氓政府，已经甲共产党合而为一啊嘛！你无理由，阁留伫台湾，违反当时麦克阿瑟的一号命令，不得为共产主义国家挂钩，不得为共产党合而为一。你是要反共的立场上，你留伫台湾的，你因为要反对共产国家实施民主民主制度，留伫台湾的。你无留伫台湾的理由，你无留伫台湾的任务，你无留伫台湾的目的，你就是爱离开。但是美国是人权立国的国家，国民党长期甲国务院的人乌西，我坦率讲过，伊讲啊，阮若去走去中国，会去用拍死，有无？啊，中国甲讲，啊，恁即帮走贪污集团是有土匪安尼，啊，若走去嘛，中国大陆大了就乱啊，中国大陆嘛袂愿让伊去啊。啊，不会安怎？协调伫金门、马祖甲平潭，这是安尼来啊。安尼你够清楚过程？啊，平潭吼，佫特别做一条迄落10分钟的桥啦，十分钟吼，今日三无事啊，就投诉去有无？迄10分钟会当控制啦。你甲看，连中国共产党都行国民党行到这样。你看伊的臭名，伊贪污、假民主、贪污的事实，看偌严重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贪者必败啦，天未容易啦，早是去得走路啦，免烦恼啦，咱指日可待。但是较要紧的是啥？赶紧招人来上课，赶紧招身份证，咱甲美国讲，讲咱准备好啊，咱要入境啊，安尼好无？好。今天时间到啊，啊，多谢各位分享，谢谢。待会哦，十下。